我去老沙一定要我去嘅黃花崗72烈士墓向嗰烈士致意我最崇高嘅敬意，然之後喺40度嘅高温之下，我若燒一身屎都捱唔住嘅，你都搞到我中暑，然後尋晚我就冇食過嘢。我哋而家去食嘢，帶你哋食街，帶你食街食翻舊館啦。OK。廣州咧好多人食煙，即係街道咁窄嘅環境，因為廣州冇禁煙噶嘛，你會見到咧一陣間我哋可以影下喺啲食肆度咧，大大隻字上面寫住禁煙，如果唔係咧就罰款50蚊咯，跟住下面嗰人喺度食緊煙。通常我就會是那個不好意思啊，去食煙啊，跟住個服務員就會喺嗰邊，啊、哎、先生不好意思，我唔可以食煙。跟住我話好啊，咁繼續。你就係嗰個報處。精神，老虎打死幾隻啊？俾聽今日，我食10餐，食翻琴日個進度。呢度係五月花商業廣場，係點講咧？正喎 KFC 喎。我最愛食埋全世界嘅 KFC。我哋陣間幫阿俊食下呢間 KFC 有咩唔同？幫我再食佢哋。冇錯冇錯，因為咧大陸嘅 KFC 係佢會 M 夾 KFC 都有啲中國嘢，即係可能有粥啊，有炸鬼啊，我嗰日食煎餅，我嗰日食 M 夾。今日咧，我一陣間就試下 KFC。好。我哋而家去北京路先，因為嗰度咧隔離有食街，入邊好多嘢食嘅。我真係白色噶，你知唔知咧？呢個 trip 俾你踩到真係黑曬啦，成日喺我後面踩我。哇哇哇！呢度就係北京路啦。乜組位啊？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，北京路咧就真係好多嘢買，好多小店嘅。但係而家咧，成條街全部都買衫嘅，但係你可以影下，全部你都係唔會買嘅。全部都連鎖鋪頭，跟住又貴又唔係好睇咯啲款咁。呢度其實就是以前咩咩明代的路啊，哦宋代啊，對唔住，嗰度寫明代，呢度寫宋代嘅。總之就係佢圍起咗，俾你啲人咧可以睇到以前嘅路面係咁樣。以前就冇呢啲花盆，我哋可以行上去嘅。但係後期咧，啲人咧。跳動力太勁啦，砰砰聲咁樣咧就爭啲整爛啲玻璃，跟住就圍起咗。其實喺條路前面都仲有好多。北京路我諗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啦，即係如果大家有嚟廣州玩咧，一定都會嚟北京路或者上下九嘅。咁對本地人嚟講咧，其實就已經即係好似香港旺角咁樣，係多嘢食嘅地方咯。但係買嘢就唔會喺度買嘅。其他周圍都係啲連鎖賣衫啊、賣嗰行鋪頭，係遊客地方咯。打幾多萬？而家呢度好少人，喂，嗰啲咩嚟噶？我哋玩嗰、那个。呢啲系咩嚟噶？多少多少钱？10块钱一张，10蚊张喎。其实系嗰啲彩票啊，即系刮到相同嘅可能会中咁样，但系10蚊张。福利彩票咯，佢话系咪真系福利？我唔信咯。有咩福利咧？嗱，佢應該係會又係捐錢嗰啲啩，但我唔信咯。10蚊張喎，即係如果你唔中啦，你覺得嘛？冇咗10蚊嘅。係咯。你要試下。玩一次咯，我心存做好事嘅呢個。哇！你真係好幸運。係咪？我真係好善良。我要買一張，買邊只好啊？買邊只好啊？边只中？哪一张最容易中？哪一张都一样的，没有那么容易中的。哪一张？没有那么容易中的。哪一张买十块的，哪一种都一样的。那我要这一张吗？刮到相同。全部刮开跟这里相同。财源广进。刮。幸运之轮。我先刮开中奖号码先，应该。我的中奖号码是55，好，这个是52啦，13、29。哦，有一个中就中了吗？对啊。那现在这样是中了。
吗？对呀、啊。很复杂，太难了。九十蚊，十蚊到咗十蚊都 OK 啊。我这个我都不买很多。两个的话也是一样吗？就算一个吗？加起来就行了。谁都有做的两个十分钟。加起来看多少钱呢？哇！如果仲要學得不了，過十八千萬、十萬八萬、一百萬，真係唔可以。係不如唔好走啦！我哋今日就喺度刮到中位置。貪心嘅事。嚇！我係中咗兩個數字，先。我咪玩咗廿蚊。嗯，唔玩啦。好，謝謝。第一次玩呢啲，即系十蚊，但系我绝对唔会有赌仔心态咯。你会唔会有？咩玩啫？我系嗰啲咧，赢去澳门都系，我一赢钱我即走啊，我唔会再搏嘅。我想食嘢。咁我而家就用呢廿蚊嚟买嘢俾你食，好开心啊！中咗廿蚊啦！书店咧喺我细细个嚟北京路嗰阵咧就已经喺度屹立不倒啊！成条北京路咧可以话全部嘢，除咗 M 记同埋呢一间新华书店系冇变过，依然系咁样之外咧，其他全部都变晒卖衫。广州嘅新华书店等于香港嘅商务咁样啦。我哋细个咩都会喺度卖，例如话啲练习啊嗰啲咁嘅嘢咯，好憎嘅新华书店。但我估唔到佢可以屹立不倒咁多年咯。咦，又有彩票喎、啊！要唔要博翻次啊？唔玩啦！面值最高30蚊，中奖金额100万。哇！呢度啲单车真系哦。2002年7月，北京路嘅不断出土咗自唐代直到民国时期共5朝嘅11层路面，而南段则发掘出宋代至明清时期共5层嘅拱北楼建筑基址。出土嘅文物包括大量石条、墙砖以及宋代拱北楼基址、明代拱北楼普古石，遗迹而家用玻璃覆盖，原地保留。普古石，哦，我知啦，我知咩系普古石，就系呢度一定系放住一个古嘅。我覺得是咯，呢度係放好古石啊嘛，跟住人都有玩，係咪啊？一定係喺上面。好啦，可以喝湯的酸菜魚。廣州啲食肆其實個名真係好，你可以稱之為有少少九唔搭八，係咪啊？我 KFC 係喎。你要帮我进验下货。我哋入唔入去睇下？我可以帮我减翻上次啊，但系我就好。然后呢个咧就系莫吉托女孩。诶、你条女到咗啊？莫吉托即系莫吉托，原来莫吉托即系莫吉托，好型嘅，好型，好型嘅，值得型咧，真系入咗啲咯。食 KFC 咧，一定要呢个叫鸡专用户。咩叫鸡专用？啊，用我、啊，用咗内地嘅名词添。首先。这个是我帮阿俊士，你不用吃这个。昨晚到依家冇吃过嘢，然之后而家跟住你话你帮阿俊士嚟，我唔食。系啊，我帮阿俊整个心态。其实咧就两只嘅。你食上定下？食咯。好干。
都堅硬。乾，冇咩味。你試下。味道咧，真係冇。好似啲醃料咧醃唔入味咁樣咯，即係得陣色，得陣皮有味啦，跟住啲肉咧係冇味，啲肉冇味，跟住好乾真真，唔識形容，一啲都冇汁咯，你睇下幾乾，係硬喎。誒係咪呢度啊？眼味都唔好。哇！乾到核爆真係。點啊？唔係咯，其實冇 Baby 所講咁 dry 咯。你係專業嘅，你係食家嚟嘅，信你。叫雞高手啊！冇錯，你係叫雞高手。唔該，食埋。我可以話俾邱經理聽呢個 friend。好，咁我不如打包一打翻嚟俾佢食。好唔好？咁你知唔知一定係乾嘅，牛肝肉食。我應該喺邊度咬？哇，好大口，好味喎！唔係嘛？個包好味，因為呢一間喜茶咧喺廣州咧出曬名響曬朵，通常咧都要排個幾兩個鐘或以上嘅，所以我哋今日都幾好彩。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？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。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，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！